台南炒饭王把在地小吃元素都放进炒锅里，创造自己的独特性。市场上口的萝卜丝饼，用细节方法与时俱进，维系了祖孙三代的生活原心。暑假旅游旺季，绿岛海边夕阳炭烤，人潮爆棚，堪比海浪翻涌。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，说不完的故事，每个星期天晚间九点，说给你听。